如何把平平无奇的动拍出创意感？首先拍一张坐下看书，快速换上衣，满面不欢很百搭。其次为看书闺蜜撑伞，康康成片吧。 发现了一个可以拍水上的地方。天看风流，山川不念旧。我是人间客，闲来听花落，趟过了春秋，天涯纯粹我。一朵水花飘过，两步三步坠落，停停走，停停走，茶香有。当人隔一半，我怎么全然看到融雪红？